東京には特殊な能力を持つ者がいる。彼らをスペックと呼ぶ。10年前のある日、自分もスペックであることに気づいた。視力が落ちると同時になぜか瞬間視力が手に入った。私の目の前に現れる景色はまるで磁石に吸い付けられるように網膜にとどまり続ける。4年もの間、フラッシュ暗算の世界記録を更新してきた。無敵のように見えるが、実際は危機感を感じている。世界にどれだけ自分と同じスペックを持つ者がいるかわからぬ。彼らは私の挑戦を待っている。私たち日本人はよく言う、賢くなくても良いけれど努力を忘れてはならない。僕は努力し続けます。僕はフラッシュ暗算の日本チャンピオンです。僕は絶対に勝ちます。私の名前は辻久保凛音です。小学校3年生です。妹とおせどをすることが好きで、他には水泳とピアノも好きです。でも一番好きなのはスノボです。初めてお皿の数を数えて計算してくれた時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時にはあ、すごいって思いました。計算することはとても面白くて自然にできてしまいます。数字を見るとすぐに答えがわかるし、計算が止まらなくなります。ママはいつも好きだったら諦めないでと言います。そろばんが大好きです。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のトロフィーをもらえたし、そろばんは奇跡のドアを開ける鍵のようなものです。私はそろばんで世界一になりたいです。向天佑、吴仁俊、速算兄弟，英雄出少年。三轮竞赛准确率惊人，不分伯仲，难解难分，的确是非常接近极限了。所有评委力荐天才少年强强联手。因为日本选手他有两位嘛，那为什么我们是两位出赛？对啊对啊对啊，对吧？这提议好啊。铁面判官 Dr. Wei 首开先例，两位选手同时晋级。好，我们有请日本队的施瓦林英和吉野健夫，以及中国队的向天佑、吴仁俊。来，请。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舞台上都会有所收获。对我来说，今天能收获起码多认识了两个吉野健夫的那个 T。以前不敢念，还有小妹妹的那个名字石蛙领英，以前不是不敢念，根本不认识。我想知道他们两位谁更厉害一些。凛音ちゃんは体はとても小さいけれど実力がとってもある選手で、たくさん尊敬しています。我没有直接的回答问题，没直接回答问题，万一是客气话的，对不对？其实日本就是闪电算的强国。哦，为什么这么说？就他们是早期就开始开展这个脑力运动的。比如说2003年刚开始开展闪电算的时候，吉野健夫就是那一届的冠军。哦，对，所以他在后面连续很多届都是冠军，然后他也创造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对，而这位小朋友更是真正的天赋异禀。真的是不可小觑的选手。我们从片子里边看到两个日本选手他们的那个骄人的成绩之后，我觉得中国选手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今天这样看的话，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就是应该吉野健夫先生一个人对三个小孩比较好。这也是个好办法。没有，不，那不行。凛音さんも
中国の2人の選手もとても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し、ただその大人の中で1人だけこう間違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なとちょっとだけプレッシャーもありました。请问一下向天佑跟吴仁俊，你们很紧张吗？不紧张，不紧张，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想问一问这两位日本选手，你能告诉我们你们上这舞台有紧张的感觉吗？顔は笑ってい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が、実際は本当に心臓がバクバク言っています。啊，那施华林小朋友呢？紧张してます。现在我们再来问两个中国小朋友，你们现在紧张不紧张？紧张。日本选手都是一个世界冠军的，我特别紧张，也有很大的压力。是我刚才跟吴仁俊握了一下手，手脚冰凉啊，他很紧张。我希望他们现在在调侃的时候能让他稍微放松一些。还记得你们初赛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什么没有？我说要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现在到时候了，所以你不需要紧张，谁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谁就会胜出。所以放松一点，所有人都紧张。哎，好。其实呢，紧张主要是想赢怕输造成的。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实力，你们在前面挑战赛的时候做得非常棒。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哎，好。好，别紧张。聊一句题外话，你们平常打那个任何的游戏机吗？我玩手机游戏，对不对？那一定有一个大怪兽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你要对付他的嘛，那就把他们两个当成一个大怪兽，挑战他们，然后当成一个 game 在玩，就可以比较放松，好不好？其实有时候紧张会化成动力，而且一旦真的比起来就不紧张了。哎，那么我想双方的选手对彼此的实力也心知肚明，两位曾经听说过他们的实力吗？听说过。听说过。我也听说过。你也听说过。好。小妹妹对他们的实力有了解吗？那一点。哎，好。接下来这两位选手要比拼的项目就是铁脑三项。今天中日四位挑战者将以团队赛形式挑战两分项目，铁脑三项，闪电心算20笔，双脑闪电心算2位数10笔，多位数乘除法抢答。前两轮挑战者依次分别选择不同难度系数并进行答题，正确者获得相应星级，错误者不得星，每轮按得星排出名次和得分，如星级出现并列，则由国际评审对该轮排名进行判定。第三轮，中日两队以抢答形式出战，每题对应相应分值，抢到答对加分，抢到答错扣分，没抢到不得分。三轮后，总积分高的团队获胜。四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准备好了。那么，最强大脑，最爱经典，见证经典。请上备战区。请科学助理为四位挑战者拿上难度表，以便选择。有请。自分の絶対正解できそうなところから選んでいくのがセオリーだと思います。根据顺序，第一个要做出选择的是吴仁俊，请告诉我你选择的难度等级。我选择3位数加法6秒。3位数加法6秒。吴仁俊刚上场有一些紧张，所以他第一次选择一个难度较低的。对，我觉得吴仁俊这样是对的。那么刚才吴仁俊小朋友选择的是3位数加法6秒，那么这加起来是6颗星的题。好，请上挑战位。接下来我们请国际评审在相关的题库当中为他出一道题。第一个选题还是很重要，
拿下六星再说。主持人，嘉宾已选题完毕。吴仁俊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三、二、一，挑战开始。太快了，太快了，我看着都晕了。好，我们现在看到无人机小朋友很快的把答案写在了答题板上，放轻松一点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无人机小朋友的答案是，选手给出了答案，第一位数字是一，正确。第二位数字是一，正确。第三位数字是四，正确。第四位数字是八，正确。关键的最后一位，看看，来。第五位数字是正确。好样的，请回到备战区。现在无人机应该放心点了吧。好，根据我们的顺序的要求，那么第二位出场的是日本战队的施瓦林小朋友，那么请告诉我你选择的难度等级。三桁足し算5秒です。星数是七颗星，比中国队第一位出场的吴仁俊所选择的难度的等级要高一颗星。最初から難しい靴はちょっと選びませんね。自分の緊張にあえてぶつかってくるから、その後が楽なんでしょうね、きっと。请上挑战位。接下来我们请国际评审在相应的题库当中为他出题。嘉宾已选题完毕。好，谢谢。好，施瓦林小朋友准备好了没有？好。3 2 1 go。 太快了，祈っております。答案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选手给出的答案是第一位一，一正确。第二位一，正确。第三位四，正确。第四位三，正确。第五位是，第五位是正确。哦，那接下来要选择难度等级的是向天佑，你告诉我你选择的结果是？我选择四位数加法六秒，加起来也是七颗星。向天佑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一个孩子，肯定没有问题，他刚才这么自信。请上挑战位。这个教授就应该搬个凳子坐在那儿，不要回来了，他一直要选。好，我们谢谢国际评审。天佑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挑战开始。
天佑呢也很快的把答案写在了答题本上。天佑速度很快，几成的把握？100%。哦，这个很自信。我目不暇接的看那些数字，他竟然说100%。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选手给出的答案，第一位数字是8，正确。第二位数字是9，正确。第三位数字是4，正确。第四位数字是7，正确。关键是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呢？赶快告诉我们答案。最后一位数字是要不他们说像我的孩子。那么即将出战的就是日本的选手替野健夫，告诉我你选择的难度等级。はい、三桁足し算4秒です。哇，三位数加法4秒。我去，这么有把握。攻めるな笹野さん。替野健夫这一次选择的是三位数加法4秒。我要告诉各位朋友的是，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这已经是闪电心算到了极限水平的这样一个难度。这个日本选手的强项就是闪电心算，但是0.2秒的确是太短了。面对赛场上焦灼的战况，最后一位出场的替野健夫孤注一掷，选择了一个挑战心算极限的难度。这个极富攻击性的选择究竟是一次冒险，还是他超人实力的真实体现？要旅游找足流，休闲旅游领高者足流旅游网。提醒您，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摇世界更多的节目资讯。面对赛场上焦灼的战况，最后一位出场的替野健夫孤注一掷，选择了一个挑战心算极限的难度。这个极富攻击性的选择究竟是一次冒险，还是他超人实力的真实体现？笹野さんは世界的な暗算のスペシャリストです。きっと笹野さんならやってくれると僕は信じています。主持人，嘉宾已选题完毕。谢谢监督先生，准备好了没有？はい。听我口令。3, 2, 1, go。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来，选手给出的答案的第一位数字是1，正确。第二位数字是0，正确。正确。最后两位数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闪电心算简直到了极限的题目哈。来来来来来来来，3，正确。最后一个数字了，笹野さんすごい。これは最強の頭脳ですわ。现在四位选手的排名情况是，获得第一名的是替野健夫。好，那么向天佑和四娃林英分别获得7颗星，那么相应的分数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要请教一下国际评审。The two 7-star scores should share second place, and the 6-star score should be fourth place.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现在的总积分是4分。
好，日本战队两位选手现在的总积分是9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样的话中国队比较被动。来几位，为什么一开始是中国队的两个小朋友先选？那么出场的顺序，第一轮是中国战队的选手先出场，那么到的第二轮则是由日本战队的选手先出场。我个人认为发挥上还是不错，只是因为第一轮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刚出场先选了，可能在战术上选择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准确，其实表现我觉得都挺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第二轮要进行的是双脑闪电心算两位数10笔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轮挑战。替野健夫，请告诉我你选择的难度等级。足し算の5秒です。加法5秒，6颗星。好，请上挑战位。好，现在我们请豆豆的位为他在相应的题库当中选择一个题。来，替野健夫先生准备好了没有？嗨，听过口令 3, 2, 1, go。 要这样分开算，你已经觉得很不可能了。我大概看一边行，我看两边我就变变色龙，我整个眼珠大概得这样子分着看。双脑太变态了，这双脑。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替野健夫的答案。选手给出的第一个答案的第一位数字是6，正确。第二位数字是0，正确。第三位数字是3，正确。好，第一组正确，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是第二组，看看正确不正确，有请。选手给出的第二组答案的第一位数字是4，正确。第二位数字是7，正确。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数字是3，正确。哦，好，根据顺序规则呢，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吴仁俊，请告诉我你选择的难度。第二轮大家可以拼一下。对对，但我觉得他现在也没什么可紧张的了。我选择加法6秒。加法6秒，5颗星。吴仁俊稍微有点紧张，想法太多了，可能在选择上有一点保守。哦，好，请上挑战位。好，我们请高德伟为他在题库当中选题。仁俊，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听我口令，挑战开始。好，仁俊呢也很快的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先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吴仁俊的答案，开始。选手给出的第一组答案的第一个数是5，正确。第二位数是3，正确。第三位数是6，正确。第二组答案的第一位数是4，正确。第二位数是9，正确。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数是3，正确。好，算你们取回一分。因为它是按名次的积分算。哦，向天佑压力又大了。好，接下来呢就是
是蛙林选手，您告诉我你选择的难度等级是？六颗星。好，请上挑战位。主持人，嘉宾已选题完毕。施瓦林小朋友，准备好了没有？嗨。准备好了 ，3, 2, 1, go。看施瓦林小朋友也很快地给出了答案哈，那么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先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有请。选手的答案是第一组第一位5，正确。第二位7，正确。第三位0，正确。非常棒。那么接下来第二组。第二组的答案是第一位4，正确。第二位3，正确。第三位1，正确。真棒，好，了不起。好，请回到备战区。あまり多くを語ることはないですね。やっぱりディーニャちゃんがすごいと言ったらその一言に尽きます。你选择的难度是？我选择在已经结束的三题中，吴仁俊的题目难度最低，排名垫底。最后一位出场的向天佑，唯有答对七星以上的超高难度，独揽第一，才能挽救中国战队于水火。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告诉我，你选择的难度是？我选择加法4秒。我选择加法4秒。加法4秒。你确定吗？确定。对，就应该这样。没得呢。那么，天佑选择的是加法4秒，星数是7颗星。哇，我真的是被他这个气魄给吓到！我想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猛啊？没有再怕，他就挑战看看。这是孤注一掷的做法。好的，请上，挑战位。背水一战嘛，要么赢要么死嘛。好，各位，在相关的题库当中为他抽一道题。嘉宾已选题完毕。好，天佑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听我口令，挑战开始。4秒实在太快了，没问题。这么快的速度，难以想象。他很兴奋，你看他现在，我觉得状态非常好。向天佑の回答、本当にとても立派だと思いました。これからどうなる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いですけれども。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我刚才不给你压力，其实刚才的整个场上的局势对中国相对不利。那么，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选手第一组答案的第一位数是是正确。第二位数是5，正确。第三位数是3，正确。关键的时刻到了。那么第二组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来，第一位是第一位是正确。第二位第二位七正确。
最后一个数字了，到底正确不正确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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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正确。好样的，请回现在你自己讲。中国队真正的战士在这儿。不可思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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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好，那么第二轮现在四位选手的排名情况是：第一位获得七颗星是向天佑，你获得六分，并列第二位的是日本的选手施瓦林英和替野健夫，他们分别是六颗星。同样这种情况我要请教一下国际评审。 The consistent rule is thatThe two six-stars share second place, and the five-star will get fourth place. 好，那么吴仁俊获得一分，我们掌声鼓励他们四位。好，现在两轮过以后，中国战队十一分，日本战队十五分。好，那么这一轮来。可以鼓励一下向天佑吗？我觉得他一直在往高难度挑战，就是希望能替中国战队再往上顶一分。我觉得那个胆识真的，他才十几岁，掌声鼓励。好，来，其他几位还有什么对这一轮？好。So this was described as a left and right brain contest, but calculation is normally only left brain.I'm not aware of anyone who has trained their right brain to do calcu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really amazing to see. 好，我觉得在第三轮应该就是我们的选手吴仁俊他非常强项的一轮就是陈厨，但恰恰也是日本选手石瓦林英最强项的一轮，所以还是这样，就两军相战，勇者胜。好，那么接下来这一轮至关重要，这一轮是多位数乘除法抢答团队战，最强大脑，最爱经典，见证经典，请各位走上挑战位。那么这一轮呢，一共有四题，那我们看一下难度及对应分。好，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答错的话是要倒扣分的。第三轮这一轮的变数其实很大，他错了还减分呢。对，嗯，鹿死谁手还真不知道。对啊，对啊。现在我们有请国际评审为我们抽一套题目。嘉宾已选题完毕。那么选手要注意，当我说出三二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运算，并按下抢答器。第一题是九位数除以五位数，两分的题目，听我口令 3 2 1 GO。中国差一点点队的吴仁俊按下了抢答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答案。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吴仁俊的答案。选手的答案第一位数是要旅游找途牛，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醒您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二，正确。第二位数是一，正确。第三位数是三，正确。第四位数是四，正确。关键是最后一位数了，到底正确不正确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正确。
再逼近一分，我们就赢了。他把全场的还有中国队的希望又重新燃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积分的变化。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队的现在的积分已经上升到了13分，日本队的积分现在依然是15分。好，还有2分的差距。ちょっとばかり不利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这下就好了。好，这一轮非常的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再进行比赛。好，四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3, 2, 1。他写完那么多数字，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动笔，对，他们三个都没算。好，日本的赤娃领英已经按下了抢答器，首先看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来看看赤娃领英回答的正确不正确。好，来开始验证选手的答案。第一位是5，正确。第二位是2，正确。第三位是4，正确。四位是3，正确。第五位是8，正确。第六位是7。很可惜，把所有的答案亮出来。啊，就差一个数字。正解だと思った。間違えちゃったから、笹野さんに申し訳ないと思う。非常了不起啊！就差一个，但是已经很了不起了。确定？确定那个答案是对的吗？好厉害，他居然都写完了。谢谢四位选手，谢谢。哎，中国队的总积分依然是13分，那么日本队的总积分现在下降到了11分，但是没有关系，现在只刚刚去了2题啊。好，来接下来12位数除6位数6分，几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赤娃领英率先抢答，但他的失误却是日本战队陷入被动。此番抢答，只要中国选手答对或日本选手答错，中国战队就将获得整场挑战赛的胜利。中国队能实现惊天逆转吗？ 3, 2, 1, go。现在只要日本队算错咱们就赢了，这主要看这小女孩了，这命运掌握在一个女娃娃手里了。哇，真的是只有看她一个人玩了。これ合ってたらすごいぞ。好，我们看到这一轮也是赤娃领英率先按下了抢答器。那么答案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先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看赤娃领英的答案。选手的答案是第一位6，正确。第二位5，正确。第三位8，正确。第四位2，正确。还有最后2位了，来，
第五位。太郎，次给我，次给我。七。正确。最后一位数是。只要最后一个数字错误，中国战队就将提前获胜。施瓦林因又一次扼住了整场的赛点。最后一位数是九。张飞。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啊！那么也对四位选手啊非常精彩的表现表示祝贺，来谢谢。真的すごい，やっぱり确实是实力。好，那么现在呢有四分之差，但是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我们还有一题，这一题的分值是六分，这六分非常的重要。当然，对日本战队的选手来说，这六分也同样重要。好，我们。接着备战。有可能赢，有可能小孩写不了，写数字多的时候容易出错。好，观众朋友们，那么现在日本队积分是七分，中国队积分是三分，那么最后的一个 PK 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影响到。整个三轮中日 PK 赛的最后结果，四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嗨。好 ，3, 2, 1, go。他又算了一遍，好，这一轮同样的也是他算了好几遍，咱们的施瓦林英小朋友按下了抢答键。凛ちゃん今二回計算してましたよ。この速さで。这一轮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下施瓦林英的答案。选手的答案是第一位。要旅游找途牛，休闲旅游。选手的答案是第一位。七。七，正确。第二位是四。正确。第三位是二。正确。第四位是九。正确。第五位是零。正确。第六位是六。正确。第七位是九。正确。第八位是一。正确。第九位是五。正确。第十位是三。正确。第十一位是六。正确。最后还有两位，情况会是怎样呢？我们先看一位，来。十二位是正确吗？来来来来来，二正确。观众朋友们，就这一个数字决定了整个中日 PK 赛的最终的结果，这一个数字很重要，这个数字很重要，这个数字你看零啊，万物之源呐、啊，学渣，又是零啊，学渣，对呀、啊，最后一位是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
太棒了，小朋友，太棒了！最后的获胜方是日本队。 我想问一下那个石蛙小妹妹啊，你是不是已经算了好几遍了？其实你很快就已经算完，然后她一直在验算，是不是？嗨，哇！最后那一轮写，然后就是那个9岁小女孩拿个大关刀刷刷，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心算界神一般的存在。这个小朋友他和前几轮比起来。 他是很早就把它写完了，然后他又抬头看，至少两遍，也就是说他的速度比这三位起码快5倍以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石蛙小妹妹，你是不是打败了世界冠军啊？哈哈哈！丽丽酱啊，他の人を寄せつけないようなスピードで、もう他を圧倒していたと、その姿を見て本当に。 僕は感動しました。石蛙凛音的能力远远的超出常人，可能他这是世界第一的选手。其实刚才在这一轮当中，这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最紧张激烈的一场比赛和比赛。在这里，我特别要对那个吴仁俊说一句话：在前两轮他是成绩排在最后的，在第三轮的抢答当中，因为谁都知道答错就扣分，这个压力对个人对团队是非常大的压力。 在第一题，虽然那个分值不高，只有2分，吴仁俊同学果断的抢答，按下抢答器，这是需要非常好的心理素质的。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出来的在关键比赛当中，敢于出手的这种勇气，在你未来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大的作用。而且我想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前面有平手，我们把这么大的压力交给了上天，又跟吴仁俊，我觉得其实都不用去想那个成绩，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11岁站在这里跟世界冠军，还有那个9岁的，太厉害了！三个小孩子都应该要掌声鼓励，也谢谢世界冠军来陪练。All of the candidates were amazing, but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performance like this in my life. I'm not sure I will see it again. Apparently, you can manipulate in your brain faster than I could use a calculator. It is truly extraordinary. Okay, now,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比分。好，现在中国选手 PK 日本选手，最后的总比分是3-1，日本选手胜出，恭喜他们。